想真的有人跟我打招呼。真的有个人跟我打招呼，大概是。你为什么不脱离这种东西？我得找个花盆，这东西扔了。现在你要是你待会儿就用。那我跟他们打胎24是吧？他是打胎的24。行了行了，不过其实今年就是，每次所有的东西在一起，全都这边陷在那儿，陷在那儿，也没有。